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世界上总是不乏一些奇人异事，尤其是一些常人看起来骨骼清奇的人，还真不是掰掰手指就能数得过来的。其中有一些是先天因素影响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后天锻炼出来的。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用后天的努力把先天优势发挥到了极致。在俄罗斯就有这样一位小姐姐，因为身体素质异于常人而走红网络，或许连她本人都意识不到自己会因此成名。这位被称为世界上身体最柔软的小姐姐，凭借柔术表演一次次让观众们为其惊呼喝彩。她可以非常自如地弯曲身体的关节，甚至能将其扭曲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程度。凭借这一特点，小姐姐的表演俘获了大批的粉丝。而她的表演也不仅局限于展现身体的柔软程度，还加入了许多有趣且吸睛的元素，让看过的观众都大呼过瘾。为了了解这位小姐姐的身体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，医生专门为她做了核磁共振检查，但检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。结果显示，小姐姐的关节异于常人的原因在于她的韧带至今还停留在婴儿时期，所以拉伸强度很大。不过这种体质确实是非常罕见，医生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。小姐姐则表示，先天因素只是一部分，后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。毕竟再有天赋的人不愿努力的话，也只是浪费自己的才能。对此你怎么看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哦。